点感觉都没有啊，是我撞你的吗？不是你撞的，那是我自己撞的，就是你这个又长又硬的东西撞到了。如果真的是我撞你，我跟你撞撞，对不起啊。对不起也没有用，我跟你说。要赔钱啊！是啊，应该也没什么事吧？我看你那个屁股那么厚，是吧？厚啊厚，什么厚啊？我跟你说啊，现在我说话一动一动的，可能做到里面内分泌的失调了。这里面的东西你看不到，我也看不到。我跟你说，现在你赔5000块钱我，我要去医院检查。不用了吧？5000块钱我没有钱了吧？没有，你想办法去借。放下来。是。要不这样吧，我以前已经学过中医了，我去那边帮你搞一点草药服一下就可以了。哎呀，这个部位啊，扶得住吗？扶不住啊。那我又没有钱了，怎么办？你想办法。你没有钱也可以，你没有钱，那我就去你家住，你养我一辈子，不管。现在我就很痛，我走路我也走不了，说不定啊，里面骨头都碎了。这样怎么行呢？孤男寡女的不好啊！我家就我一个人，一个人刚好啊！你单身，我也是单身，那就养我一辈子的都。哎，你干啥？男女授受不亲啊！去你家。去我家不行。怎么不行？出什么事啊，东阳？你谁呀？啊，我是他们村那个妇女主任啊。美女，你是谁啊？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在跟你吵啊？他以为这个大陆是咱家的一样啊！被一个竹子晃来晃去了，撞到我这里了。撞到啊？是啊，说不定那个里面的骨头都碎了。没那么严重嘛？那你想怎么样？我叫他没钱，他说没钱，那我是说去他家住，叫他养我一辈子，他也不愿意。你还要他养你一辈子？是啊，那现在我怎么办呢？我家里面又没有人。哎呀，等快！怎么啦？这个美女呀、啊，她刚刚说要你养她一辈子喽。哎呀，我才不想养她。哎呀，你糊涂啊，东阳。怎么了？你都40好几岁了，还单着身啊？这个美女难道她主动说要你养啊？她愿意做你老婆啊？你都是祖坟冒青烟了、啊，我跟你说，把她留下来，跟她好好过日子，你就白捡了一个老婆了，别意思你了。爸爸，我爸我吃不消啊！再想想，我再过几年。我就可以领工资了。哎呀，你真的是，你是想领工资还是想要老婆啊？你不想要为你家开枝散叶、传宗接代吗？你现在都40好几了，你要是错过了这个女人呢、啊，你可能下半辈子啊注定打光棍了。想一想你去世的父母啊，你对得起他们呢？啊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要不要老婆？要不要孩子？你自己想清楚啊！还想着那一点工资呢，真的是。我跟你说。这个美女啊，她现在不是赖上你了吗？你呀、啊，就把她领回家，跟她好好过日子啊，叫她给你生个一儿半女的，有人给你继承香火，那不比什么都好？那过几年那点小工资，用来有什么用啊？不过我现在都40好几了，还来不来得及啊？那怎么来不及呢？啊，你呀、啊，一定要给她，让她给你多生孩子，这到时候她的心啊，留在你这里啊，想走呀。也有牵挂了，也不会走了，是吧？这难得的机会啊，你想想。哎呀，那好吧，那我就将就一下吧。你还将就？哎，去去去，跟这个美女好好说哈、啊。怎么样啊？都下雨了。美女啊，我刚刚啊也跟这个我们村的东阳说过了，他说啊，你既然要他养你的话，他就说他负责任的养你吧，你要你吃喝不愁，只管跟着他过日子就行了。放心了，我不信嫌弃你啊，我也不嫌弃你了，以后你照顾我一辈子了啊。那我就勉为其难了。那你还不服着我，我都痛死了。对，哎，回去吧。你家在哪里啊？我家就在前面一点啊。下次走路一定要注意啊，不要乱拨到人家女孩子。啊，我知道了啊。没想到东阳竟然这样子捡一个便宜老婆，哎呀，我这个妇女主任看来嘴巴还是有点用处的嘛，可以回家。